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ulia， 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一，我们在哈路德食品屋，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分钟房市焦点。住州会员独家活动已经在上周开跑预约，瑞隆建设最新预售大楼案，基地面光埔国小第一排，用 Costco 美式生活圈，可说是光埔重化区最后一块大型基地咯。陈平万坐拥城隍庙大圆柏双商圈，规划3.6米低总价预售大楼，户户皆有阳台，不用担心潮湿发霉，诉求一卡皮箱就能入住，而且还送五大家电哦，详情请洽销售中心现场。顶峰开发月顶峰目前已经完工，本案基地临近台元科技园区，规划50户办公室，1户店面，月顶峰或有绿建筑标章，在科技城的新竹来说是相当合宜的产品哦。千龙二基地临近博爱国中，周边生活机能发达，本案仅规划2户电梯透天产品，建坪94坪，面宽约5.5公尺，可停2到3部车，每户开价3980万。很多建商喜欢用买地的顺序或是建筑的先后顺序来命名，绿光森林系列已经进入28期咯。基地坐落竹北新社国小对面，近中正西路商圈，总户数仅有30户，每户开价458万起，都市周边有地缘关系的消费者来看房。新丰福阳重化区多为透天社区产品，君岭建设也在此区推出第一号作品，案名为千代田，总户数有43户的前院停车透天社区，本案外观日式简约，诉求低总价，每户开价880万起。琼林文德特区交通便捷，近年来有不少建商相继推案，顶级尊爵五产品诉求双公园，绿地比例高，提升生活品质，规划总户数5户，部分为电梯户别，可以前院停车哦。富悦贵族透天案全新完工，总户数仅有6户，部分为电梯透天产品，本案外观日式简约，线条利落，前院可停2部车，配备樱花厨具、德国瑞士进口卫浴等建材设备。仁爱首善基地近竹东车站与台68快速道路，交通机能便捷，本案规划产品多元，有大楼及透天，三房大楼开价788万起，建坪68坪的透天开价1760万起，配备樱花厨具、透头卫浴。以上是三分钟房市焦点，不要忘记2019住宅博览会，一览新竹房市代表建案，还有好吃好玩在等着您哦。我们下周一见。